放开我！杜曼宁，只要你把孩子留掉，我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诺安，求求你不要，求你放过这个孩子好不好？就这么爱这个男人？孩子做掉，我们还可以回到从前。只要你从此以后安安分分地跟着我，可以不在乎你之前的背叛。这绝对是我们的孩子暖，还在狡辩，私下的颜面今天都被你丢尽了。不要！恭喜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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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怎么样？这怎么了？曼宁，是不是有喜了？据我所知，安哥哥从来没有碰过你。你这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呀？什么情况？未婚先孕，孩子好像还不是孙诺安的。这个杜曼宁小门小户出来的，果然上不了台面。诺安，这怎么回事？这孩子不是你的。安哥哥，安哥哥，你说话呀。安哥哥，你当时回国喝多了，我们杜曼宁，你好不要脸啊！做出这种丑事，你说，你肚子里的野种是哪个野男人的？伯母，这个孩子真的是诺安的。安伯母，你先别生气，也许姐姐她真的没有撒谎，只是野男人太多了，自己也不记得到底是谁的种。姐姐，你说你怎么这么蠢，房卡被换了都不知道。是你搞的鬼，是我又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你被野男人睡了，安哥哥还会不会要你？安哥哥，带他下去，把孩子做掉。安哥哥，安哥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诺安，他都这样背叛你了，你为什么？都到这个份上，诺安还要原谅他？这个女人留不得。孙先生，杜小姐恐怕已经……妈咪，这就是你的故乡吗？我们的爸爸也在这里。天小鬼大。这孩子怎么走路的？没事吧？对不起，叔叔，我妹妹吓到你了。这孩子有种好熟悉的感觉。晨晨，这个叔叔跟你长得好像。小朋友，下次过马路要注意，路上车很多，很危险。叔叔再见，我们要一起去找妈妈了。我还从没见过总裁这么温柔，他不是最讨厌熊孩子吗？这个女人的身影好像我眼前。停车，绕回去。我是普通的一家四口，我为什么如此反常？回去吧。你可真厉害，生了对龙凤双胞胎。是啊，见到这两个小宝贝的人啊都很羡慕我。凯明，谢谢你当年救了我，要不然我也不能拥有这两个可爱的小天使。其实这么多年孙诺安一直在找你，他还爱着你，毕竟你们青梅竹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要不要？凯明，已经过去了。决定把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和孙诺安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现在只想找到孩子的爸爸，给两个宝贝一个交代。你要怎么查？有打算吗？当时，我以为那个男人是孙诺安，我没太看清。但是我记得是帝景酒店188号房间，酒店不肯提供个人的信息和监控录像。所以我想，帝景酒店是南宫集团旗下的产业，我想打入敌人内部再做打算。哇，这就是刚刚跟你长得很像的叔叔。
他叫南宫寒，是南宫集团的总裁。至于是不是我们的爸爸，还要进一步打探。那我们要怎么做？首先是接近他。听说面试官青石也奇迹，我只好做个便装。这么老土的样子，他应该认不出。我干什么？你都是这么和男人搭讪的？这个人怎么跟我儿子长这么像？哎呀，疼死了！糟了，迟到了。警察，五年前那晚的视频我们已经恢复了，马上发给我，我要知道那个女人是谁。这个人这么土，也来面试设计师？他应该是走错门了吧？听说隔壁在面试保洁员呢。下一位是沈曼宁。沈曼宁，总裁，视频只能恢复到这种程度，但还是无法看清长相。废物，那边怎么回事？一个面试搞这么乱，把那几个人轰出去。沈曼宁小姐，你的作品和国外的设计履历倒是还不错。只是你的形象，你把眼镜拿下来我看看。叶经理，我有1000多度近视，摘下来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居然会觉得这个女人像杜曼宁，真是疯了。杜曼宁5年前就已经死了。算了，不用了。5年前她害我嫁不进孙家，现在我爸当选议员，我也有意加入比孙家更高级的南宫家。这个丑女来得更好，与其放一个花枝招展的贱女人在韩的身边，不如我决定了，这职位是你的。等一下，韩，你是今天早上那个坏……你这么土，做南宫集团的首席设计师，那不是显得我很没有品？先生，你以貌取人，真的很没有绅士风度。再说。我也并不觉得贵司的品味能好到哪去，那本应该是南宫集团的企业宣传册，封面女郎戴的是2019年宝利山寨款。如果贵司真的有品味的话，怎么会任由山寨的项链出现在企业的宣传册上？天哪，说的是真的，居然一眼就看出是山寨的。既然你这么有能力，那我给你个更重要的工作，做我的贴身助理。啊！我是设计师。怎么？你有意见？叶经理，韩总不至于开成这个口女。既然如此，你就从韩的贴身助理开始做起。汇报一下我这个月的行程安排，青州市市长联系我吃饭，哪天可以？可以安排在周五下午。我记得周五下午我有个发布会。那个只是一个小品牌的发布会，可以安排副总裁去，我觉得还是和青州市长见面会比较重要一些。你倒是挺会自作主张的。过来。啊？给我换衣服。不知道贴身助理应该干什么吗？站那么远，你想勒死我？面对这个大好感晨晨，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啊？什么事？总裁，我先下去了。既然你这么有能力，不能让你一直在韩的身边打杂，这个方案就交给你来执行吗？做得好的话，我会要求韩重新调你做回设计师。这个广告非常的重要，广告模特是美国的小明星莉亚，她在国际上非常的受欢迎。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好，我会努力的。喂？什么？
莉亚不能来参与拍摄了，已经和我们南宫集团解约了。沈曼妮小姐，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对吧？莉亚突然解约了，总裁很重视这个项目，总裁怪罪下来谁来担？原来叶琪琪是故意让我来背锅。经理，麻烦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宝贝们，妈妈今天工作都要累死了，快来亲妈妈一下。妈咪，饭菜我们都做好了，厉不厉害？真的，我的宝贝都会照顾妈咪了，真是太乖了。妈咪，听说南宫集团老大很帅耶，你见到他了吗？他才不帅呢，他呀，就是个糟老头子。明明很帅呀。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妈妈？妈咪骗人，我看到广告了，他明明很帅还很年轻。哎呀，妈咪只是想吐槽一下坏领导嘛，不要揭穿我了。明明很帅呀。吃饭。没有莉亚，你们这个广告还拍什么拍？哈，这个项目是沈曼宁不知天高地厚非要负责的，如今莉亚拍不了也不全是经理的错，是沈曼宁。总裁，这是学习机最新方案，莉亚确定参与，请您过目。你是怎么做到让她同意拍摄的？莉亚之前之所以不能参演，是因为身体原因。在最新的方案里，我用动画的形式代替了莉亚三分之二的拍摄工作，所以她同意了。用动画代替莉亚，那我们还请她干什么？我们看重的是莉亚的个人品牌影响力，她只要在我们的动画片里出现一秒，就是告诉全世界她代言了我们的产品。况且我觉得学习机是面向孩子们的产品，如果加入动画，孩子们会不会更喜欢呢？说得好。干什么？滚开！晨晨，你乱跑什么？对不起，我好像看错了。我不要跟他拍。导演，怎么回事啊？怎么安排一个新人和我们莉亚一起拍摄呢？晨晨他主要是为了补莉亚不拍摄的部分。我不管那么多，他什么档次呀？和我们莉亚一起合拍？哼，晨晨，你怎么在这儿？莉亚，是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个小兔崽子，差点把我们莉亚推倒了。我没有，还敢犟嘴？我不要再拍了。怎么回事？两个小朋友发生争执，莉亚生气不肯拍了。莉亚，你不要生气好不好？这是在工作呢。这女人看起来确实有点美。这小男孩谁找来的？这么没教养，还不快给莉亚道歉。月经理，晨晨是我的儿子，不是没有教养的小孩，之间可能有误会吧。他竟然都有孩子了。再说两个小孩打打闹闹很正常，莉亚原谅弟弟好不好？哼，你们中国人要是想道歉呀，那就得下跪。要是晨晨跪着向莉亚道歉呀，我们就接着拍。愣着干嘛？跪下跪是有失尊严的事情，不能对待这么小的小孩。他才五岁，他知道什么叫尊严吗？再说了，像他这种有妈生没爹教，连教养都值得狐狸。叶经理，你什么意思？我看你简历上丈夫那栏是空着的，也就是说他是个没有爸爸的孩子。我这么说不稳妥。妈咪别装了，我跪。我们不跪，这钱我们不赚了，妈妈带你回家。回家？你们把事情惹出来，说回家就回家吗？你知道这个广告拍不成对南宫集团损失有多大吗？就是，赶紧跪下道歉。小家伙，你妈妈没教过你男儿膝下有黄金吗？南宫叔叔，我们又见面了。你知道我叫什么？当然了，叔叔很有名。那你想不想叔叔替你撑腰，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想。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南宫爸爸。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南宫爸爸，以后你是有爸爸的孩子了，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南宫爸爸，他竟然这么喜欢这个孩子，为什么？总裁，广告不用拍了，所有关于莉亚的广告一律删除。南宫集团和莉亚正式解约，通知所有分公司将莉亚列入黑名单，但凡莉亚机构的广告，南宫集团全部撤资。韩总裁，这可怎么办？总裁，先下来。总裁，我也不知道晨晨今天会来这儿，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不过我一定会负责的。负责？你怎么负责？光是广告费就1000万，还有其他零碎的账目加在一起，少说也得有1500万美金。1500万美金？本来我已经认了晨晨当儿子，
这笔损失可以不计较，但既然你一定要赔，那我给你个建议，广告就由你的儿子和女儿一起拍，还有你从明天开始当我的家佣一个月。从明天开始当我的家佣一个月，这样你们三个加到一起来还的话，一个月就够了。什么家佣？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还要上班呢。班你可以继续上。这样吧，我只要求你工作日晚上八点到岗，再加上周末两天。什么意思？不愿意啊？那可是1500万。我考虑一下吧。我耐心有限，就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对，很好，太棒了，就是这样，很好，笑一笑，哎，太好了，完全就是我想要的感觉，太棒了，再换个动作。晨晨这个孩子这么优秀，你是怎么教出来的？我可没教过，又说是晨晨自学的，会不会很丢脸？就普通教的。你有没有觉得晨晨和我很像？就是这样。哇，我的天哪，太厉害了吧。这哪是来救场的，这是小天才吧。真的好厉害啊，你看看这小朋友怎么教出来的，他妈妈上辈子一定拯救了太阳系吧。宝贝们，生下你们是妈妈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哇、啊，你不觉得吗？与其说晨晨是你的儿子，倒不如说是我的。你在胡说什么？光靠你自己的基因能生出这么优秀的儿子吗？我去上个洗手间。晨晨是个天才，跟着你可惜了。啊？你就不为晨晨未来考虑考虑吗？来我身边，来我身边，我会让晨晨接受最好的教育。可可，我也会把她宠得像公主一样。难怪还有什么目的，还是说只是单纯喜欢小孩？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还是需要我说得更直白？我在想什么，居然有点心动。啊、总裁，你靠得太近了，我有点缺氧，请保持安全距离。啊、缺氧。我见过你，好像不止见过。沈曼宁，你成功的让我注意到你。拥抱像海盗，微风慢慢围绕。第一次确定你的心。总裁，请自重。自重？你打扮成这副样子，这么标新立异，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现在什么意思？欲擒故纵了？你倒是挺讲究策略。我才没要吸引你的注意，自作多情。真够笨的，别动。你快放我下来。哇，到底在抱的是谁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在干什么呀？南宫爸爸，你为什么抱着妈咪呀？南宫爸爸，你为什么抱着妈咪呀？因为妈咪的脚崴了。那妈咪现在脚不疼了吗？不用抱了吗？不用了，妈咪已经没事了，你看。好了，晨晨，今天就拍到这儿，先跟你们妈妈回家。起猛了吧，他们居然有一家四口的感觉，这还是我们的冷酷霸总吗？总裁这是转性了呀。不过话说回来，那孩子长得跟总裁好像啊。不会是总裁的私生子吧？有可能是真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哎呀，不是，这不怪我八卦，还挺般配的。你说是不是？这是学习机先导广告片响应，
现在营销公司的赵总着急看样片，现在这个项目是你负责的，那你现在就去夜色会所帮我送过去吧。好，我知道了。让我来看看你有多丢脸，等你这次搞砸了，我就把你从南宫集团彻底赶出去。不许见。我是来找赵云赵总的，我们约好在这见面。什么总的不许见？瞅瞅你这个穷酸模样，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全身一共没超过500块钱吧，知道这是哪儿吗？夜色会所，会员费200万起，不是会员闲人免进，知道吗？快滚。他们好像也没有会员卡，为什么他们可以进？知道我是谁吗？这里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算什么东西啊？拿我们跟你比？质疑我们没有会员卡？不是质疑你们没有会员卡，我只是想明确一下这里的规矩。小姐，我们这里规定没有会员卡不得入内，除非是 VIP 会员邀请您上去。哟，就你这穷酸样，还想有 VIP 邀请你上去？想要来这种地方邂逅有钱人之前，还是先花钱收拾收拾自己吧。全身的穷酸，是不是办一张会员卡就可以入内了？那我办一张。就你办200万的会员卡，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200万，哎，可不是200块，你怕是连20000块的现金都没摸过吧？真是要笑死了。这卡能不能刷200万，试一试不就知道了？有什么好试？我瞅你一眼就知道你有几斤几两。就是，还试什么试？要我说识相的话就赶紧走吧，别在这丢人了。我花我自己的钱办一张会员卡有什么好丢人的？周老板，你这夜色会所呀，真的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跟进来了。什么阿猫阿狗的，给我轰出去。凭什么轰我走？我要办会员卡。这不是沈家的侯爵卡吗？你难道是？这不是沈家的侯爵卡吗？你难道是？你姓沈？是。可以进了吗？周老板，你赶紧把这个穷酸的女人赶出去吧，门口的地儿都被她熏臭。你给我闭嘴！谁给你的胆子敢跟沈小姐这么说话？你疯了！你见不了这个穷酸的女人打我！打的就是你，你这个臭女人，你想死你自己去，不要拉我下水，沈家你也敢得罪？周老板，叶小姐跟我说过了，这个穷酸的女人在南宫集团上班，哪家沈家小姐会在南宫集团上班的？我看她就是个骗子，她在骗你的。妈的，难道他用的是假的豪爵卡？对，没错，绝对是这样。不信我们找叶小姐问问。赵总不好意思啊，这个沈曼宁太不靠谱了，竟然没能准时把戴帽送过来，我现在就开除他。嗯，喂，人事部。总裁之前特意吩咐过要让沈小姐跟完整个项目，现在开除他只怕……给我把沈曼宁打发到分公司去。赵老板，您要的小样。你怎么进来的？就这么进来的。叶小姐，这位小姐是南宫集团的员工吗？嗯，一个底层小员工吧。对吧，周老板，我就说这个穷酸的女人是骗子。把这个穷酸的女人给我轰出去。放开我。我看谁敢。周老板，什么时候我的人连你这夜色都带不走了？原来是总裁的人。南宫总裁，不好意思啊，都是误会，误会。是你勾引韩，拿了他的会员卡混进来的，对不对？你这个骚货。杜曼宁，你没有死，让你失望了。一直以来你都是装的，你这个贱人。住手。韩，这个女人她疯了，她打我。她打你？就因为我看穿了她的真面目。这个女人她生性狡诈，她根本不是什么沈曼宁，她是5年前跟野男人乱搞，被弄大肚子，成为欺负的杜曼宁，生性淫贱，而且还想要勾引你。韩，你千万不能中她的圈套。是吗？是吗？这个女人最会骗人了，她就是个贱人。你怎么了？你们两个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总裁，总裁，啊！南宫爸爸，我想找妈咪。晨晨，你妈妈生病了，我现在送她去医院。
病人是过度劳累引起的，好好休息，没有大碍的。晨晨，你妈妈好好休息就会好的，你别太担心。帮我照顾一下妈咪，我去给家里打个电话。这小子比我还会发号施令，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很喜欢。好，那你快来吧。打个电话了。嗯。南宫爸爸，你觉不觉得我妈咪很好？是，很好。南宫爸爸，你喜欢我妈咪吗？走吧，我们回去。这蠢女人醒的要是看不到你，该着急了。嗯。走。Go。晨晨呢？我要去找晨晨。你刚打了点滴，你小心点。别着急，晨晨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了，他不会跑丢的。你说给家里打电话是给他？是啊，这几年一直是李叔叔在照顾我们。我妈咪说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需要找李叔叔，外婆说李叔叔是妈咪的男朋友呢。你就先躺着吧。嗯。妈咪，嘿嘿，妈咪，晨晨，李叔叔，晨晨，你好，你是曼琳的同事吧？辛苦你把她送到医院，麻烦你了。总裁，麻烦您了。没事，我先走了。南宫爸爸，你是不是我们的爸爸？很快就知道了。妈咪，晨晨真乖，今天有没有给南宫叔叔添麻烦呀？没有，南宫爸爸可喜欢我们啦。我们晨晨最乖了。韩，今天打得很凶啊，是什么事让我们太子爷这么问话？我最近好像很在意一个女人。啥？真的假的？你爱上她了？不知道，从来没有爱过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爱，这辈子也只对五年前那个女人有感觉，一直想找到她。可是现在，如今这个女人竟然让你动摇了，不再执着于找五年前的那个她了。天哪，哎，你身边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惊世祸水啊？她长得也就一般吧，倒是挺可爱。我就是单纯的喜欢她的孩子而已。你跟她都有孩子了？是她和别人的孩子。韩，咱俩十几年的交情，你可别玩我。你身边那么多美女，你看不上，你看上一个有夫之妇？他不是有夫之妇，就是带着孩子而已。那不就是个寡妇吗？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你该不会是认真的吧？韩，千万不要随意动心。这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我曾经也跟你一样，以为找到了我生命中的天使，结果他背叛了我，跟别的男人有孩子。只要你把孩子留掉，我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诺安，求求你不要，求你放过这个孩子好不好？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知道，我就是想要个孩子，在经济方面贫穷到一无所有。千万不要随意动心，这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喂，沈曼宁，你人呢？你不要告诉我你刚休完病假，现在还迟到，你是不是忘了你是我贴身助理？总裁，我已经被调到分公司了，我已经不再是你的贴身助理了。谁允许的？马上给我滚回来！叶经理已经把我调岗到分公司了呀。我沈曼宁，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总裁不知您突然到访，一个叫沈曼宁的新人在哪？设计部。回总裁，沈曼宁在酒店设计部。你是总部调过来的，太厉害了吧？哪里啊，我之前在那边也就打打杂，现在在分公司能在设计部干点实事，我觉得挺好的。可我听说你之前是总裁身边。总裁，沈小姐挺享受啊，这比总部的总裁办要好吗？这里是挺好的，我本来就是学设计的，而且能进入南宫集团的酒店系统正是我的目标，如果能够留在这里再好不过。总裁，沈小姐在我们这里学东西很快，已经对我们这里的氛围全都熟悉了。对不起啊，要让你失望了。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干什么？这么多人，我以后在公司还怎么做人啊？没有抱一下就没法做人了是吧？你别忘了，你还欠我1500万美金呢。分公司的薪酬是总部的1/5，你留在这儿怎么还我钱啊？我会想办法还的。你怎么还啊？找你男朋友李凯明帮忙吧。他不是我男朋友，他只是我的好朋友，你不要误人清白。你这是在跟我解释？我才没有。我说过吧，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考虑，当我的家用一个月，我就免了你1500万的债务。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喂喂，沈小姐，你要的地景酒店1888号房间的信息我已经找到了。什么？你也知道我们酒店的保密系统很严格，还是查到这5年前1888号房间是某位客人的专属房间。虽然不知道这位客人具体是谁，不过今天晚上酒店有个慈善晚宴，如果你去参加的话，说不定能见到哦。好，我知道了。沈小姐原来是总裁的人，我这帮了她一个大忙，我不也一步登天了？总裁，能不能再给我宽限一点时间？我想在分公司继续干下去，做出再宽限一点点嘛，我可以给你做家用，2个月都没问题。为了给两个孩子一个交代，没办法，我必须要找到孩子的爸爸。换上5年前的妆，当时他要是清醒的话，也许能认出我。你是酒店的接待人员吧？我可是你们的贵宾，给我跳支舞吧。不好意思啊，先生，你弄错了，我也不会跳舞。哎，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啊。先生，请你自重。装什么装？穿得这么艳丽，不就是为了出来钓凯子吗？我告诉你，放开我！我告诉你，我是京都四大家族钱家继承人。只要你把我哄开心了，我保证让你赚大钱。钱先生，你也是京都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不想在这种场合以猥亵罪出名吧？嗯，放开我，放开我！你叫呀，你不是挺能的吗？啊，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啊！啊！我什么都没干啊！放开我！沈曼宁，放开我！别怕，没事了，相信我。你在做什么，姑娘？别害怕，是少爷让我来给你洗洗干净，看你回来的时候啊，累坏了。我自己来就行。好，那我到门口去等你。家里也没有女人来过，没有女人的衣服，这是少爷的衬衫，你先暂时穿一下吧。
谢谢。你是谁？你又是谁啊？我是晨晨，你是南宫爸爸吧？你妈妈在洗澡，没空接你电话。你干嘛接我电话？你在洗澡，我就替你接了。你看什么看？你对待救命恩人就是这种态度啊！刚到分公司第一天，你又勾搭上谁了？衣服都被撕成那样，看来你扮成丑女接近我，目标不单单只有我一个人。不要你管。不用我管？难不成要刚才那个男人管？你说话一直这么恶毒吗？我刚才差点被猥亵，真的太过分。啊！你放下！你别这样！你到底几岁啊？25。25？我看你像未成年吧？你才未成年。25也挺像的，平时看你身材挺板，刚才看看。挺有料的。总裁，你别戏弄我了。戏弄，我看你挺享受的。妈咪，你在哪里呀？妈咪在加班呢。晨晨说妈咪刚刚在洗澡，加班也要洗澡吗？我现在马上就回来。我现在马上就回来。走吧。我送你回去。不用麻烦了。这儿叫不到车。张妈，她衣服洗好了吗？这个样子她没法见孩子。杜小姐，你以后可要常来玩啊。平时少爷不在家，这偌大的别墅只有我和老头子两个人，怪寂寞的。这里就住了你们三个人啊？是啊，南宫老爷和夫人都不在了，你还是少爷带回来的第一个女孩子，我还想你在这儿多住住呢。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韩们身边出现了一个阴险的女人，她还带了个跟韩很像的孩子，我心里很不安。南宫韩这条大鱼你一定要把握好，他的身份甚至不止你看到的样子，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由他做女婿，爸爸才有望入主内阁手握权力，你一定要跟他结婚，至于其他女人大不了就抹杀。我知道了爸爸，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女人的资料。五年前他还在和孙诺安你侬我侬，我一定要在韩的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宝贝们，南宫爸爸你们回来了。妈咪，南宫爸爸，我们今天晚上能一起睡吗？那可不行，每个人都要回自己的家睡觉，南宫叔叔也要回自己的家睡觉啊。我有点饿了。南宫爸爸，我妈咪煮的面条可好吃了，你留下来吃顿面条吧。那总裁，要不留下来吃个宵夜？行。别闹，先吃饭吧。尝一下。不错，
闻着挺香的。慢点吃，小心烫。如果可以每天给他做份宵夜，好像也很不错。怎么样，好吃吗？也对，你平时吃惯了山珍海味，这种东西你肯定瞧不上。你尝尝，这筷子是他刚用过的呀。我你怎么全吃了？不吃完不就浪费了？对不起啊，我不小心把盐放多了，我去给你倒杯水吧。他一向都是高高在上的，从没见过他这种样子。那个，天色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跟我走啊。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他是高高在上的南宫集团总裁，而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怎么可能？这一切都是错觉。我先走了。我送你吧。算了，乖乖的。少主，老爷子病重，希望您能早日接管我们。自从沈凌背叛了我们加入黑手党，我们海外的生意被抢走了好几成，请少主出山重振龙门。告诉义父，我知道了。沈小姐，你昨天参加贵宾晚宴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没有啊，怎么了？哎呀，太可惜喽！你看钱家破产。听说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偌大的家业一夕之间灰飞烟灭。钱家破产，难道是南宫寒？嗯，杜曼宁，叶经理，拜你所赐，我已经不是叶经理。不过，你以为我就治不了你了吗？你以为你找了个像韩的孩子迷惑了韩，就能夺走他的心了吗？我没有这么想过。你没这么想。杜曼宁，你现在很得意是吗？我告诉你，你现在进得了韩的私人别墅，让他为你逼得钱家破产，你真不愧为天生会勾引男人的臭婊子。你以为你可以永远这样耀武扬威吗？名字可以改，自己做过的事情还是抹不掉的。你觉得以韩的性格，他能接受你有两个孩子，但他能接受你跟他的好哥们儿有十几年的感情吗？当年你被孙诺安保护的那么好，你还不知道吗？南宫寒可是他在国内最好的哥们儿，
你好好的捡，慢慢的捡。我这里呢还有一份资料，会完完整整的送到南宫寒手中。从今天开始，你来我家里做黄佣，晚上七点，别让我等太久。我忘了自己欠我1500万，没有拒绝的余地。喂，妈咪，我们在拍摄基地，今天李叔叔不能来接我们了。好，妈妈下班了就来接你们哦。嗯，乖乖的。啊？喂，想旷工是吗？怎么会？我这不是接两个孩子回家吗？那你现在在哪儿？总裁，现在是下班时间。我送了两个孩子，我就回来别墅工作的，我绝对不会旷工的。喂，喂，来吧。啊，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南宫爸爸，小姐，你还坐不坐车呀？你看还要不要走？啊，去那个双鱼北海路观景阁。哎呦，乖宝宝来了，乖宝宝真帅气，长得跟少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叫什么名字？杜晨晨。哎呦，连个性都那么像。赵妈，你误会了，他和总裁没有关系。我懂我懂，宝宝走，我们去洗手。嗯，走喽。你等一下，总裁你还有什么吩咐？两个孩子交给赵妈，你去把晚饭准备一下。是总裁。还有明天把晨晨的学籍档案整理一下，我送他去外国语学校。啊？还有我再说一遍吗？不是，晨晨是我的儿子，总裁你未免管得也太宽了些吧。不行，你一个总裁管天管地，还管到员工孩子上什么学的份上？外国语学校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学校，晨晨是个天才，不能跟着你白白荒废。我这个讨厌鬼说话也太侮辱人了，不就是说我没本事吗？看在外国语学校确实挺不错的份上，我先不跟你计较。是总裁，明天呢我就给杜晨晨准备学习档案，麻烦总裁费心了。我饿了。好的呢，那我现在就去给您准备晚餐。总裁，吃饭了。叫晨晨和可可一起吧。嗯。我想让你们陪我一起吃。晨晨，可可，吃饭了。来，坐这儿好好吃啊，听话。尝尝妈妈做的菜好不好吃。来。不错，有进步，不难吃。他为什么这么温柔？这个样子的南宫寒很难让人不动心。可是来吧，让我们感谢妈妈为我们做的晚饭好不好？打着遗憾和留恋吧，整个世界或许要错过你才是最后结局，当作是潮汐，我们的爱落幕了，星空不露了。韩少爷。你以为我就治不了你了？我不是
南宫爸爸怎么了？他可能累了吧。查清楚了吗？沈曼宁是沈林的女儿。千真万确，沈林当年背叛龙门逃到海外，他们母女分开，前不久他找到了他们并与他们相认，如今他还在内部交代要将自己的继承权送给沈曼宁这个他唯一的女儿。如今澳洲势力敢跟我们争夺深海码头，据说也是因为沈林想要拿去送给他们。沈林，我会继承龙门，但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姨父。是少主。那澳洲码头？两天后我亲自去澳洲。南宫寒已经知道了孙诺安的事，应该不希望再让我做帮佣了，得想想办法还他1500万才行。我沈爸爸在海外做生意应该能拿出一些钱吧，要不要先找他借？哟，那就是孩子他爸爸，他也知道回来。南宫爸爸。来，晨晨，可可，我们回家。你们快去洗手，待会儿准备吃饭了。干什么？沈曼宁，你是沈林的女儿是吗？你认识我沈爸爸？所以你从最开始变装接近我，到底什么目的？我没有什么目的。南宫爸爸，你是不是在欺负妈咪了？这不是欺负，刚才南宫爸爸和妈咪在亲亲。你们快去写作业，我和你们南宫叔叔有话要说。蹉跎为他隐形，有情之人从来是最伤心。你到底想怎么样？那1500万我会还的，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沈曼宁，你接着装，明天陪我去澳洲出差。我现在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怎么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再说了，我现在可是你分公司的员工，不是你的贴身宠。不管是分公司还是总公司，你都直属我调令，知道吗？我让你去出差，没有人敢不同意。那我辞职总行了吧？我不干。想辞职？我身边是你想来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吗？流氓。流氓？你这浑身上下好像真没有能让我感兴趣的地方。门在那边，请你出去，我家不欢迎你。喂，赵妈。少爷让我告诉你，说两个孩子他已经送到外国语学校去上课了，你就不用担心了，赶紧的收拾一下，一会儿司机来接你去机场。你说什么？哎，曼宁，我跟你说啊，我刚看到好几个黑衣保镖跟着我进了公司，你说怎么回事啊？沈小姐，总裁请您去机场。沈小姐，这是您的行李箱。你们总裁想的可真周到，南宫寒他人呢？少爷在机场。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绑架，我要去告你们。啊！晨晨和可可呢？外国语学校。你不要太过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犯法的？澳洲之行回来，你一定会见到你的孩子。而且所有的经济账一笔勾销，
要是你还想在公司上班，那就好好上你的班，要是不想的话请自便。澳洲我不会跟你去的，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否则我放开我。记住，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你一定要好好听我的话。南宫寒，你为什么变成这样？要不然我不保证你还能见着你的孩子。真的要杀了？听懂了吗？听懂了，我会乖乖听话的。但是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她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倔强，这样一个女人，我少主。这是南宫寒，难道是少主？您亲自过来这一趟，已经让澳洲的势力害怕了。婷家已自愿交出神海码头，请少主敷衍当面交谈。南宫寒，南宫寒，你个卑鄙小人，把我手里藏。对不起啊，我只是想给孩子打个电话，你们忙，你们忙。别乱动，再挑逗我，我可不敢保证对你做出些什么。散了吧，明天直接去赴宴，要是对方有什么行动，一个不留。放开我。我不喜欢不听话的女人。你也看到了，我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别惹怒我，不然后果你承担不起。我什么也不会，我不是在给你扯后腿吗？你还是放我走吧。上楼，好好挑几件衣服，明天盛装打扮，陪我去赴宴。少主吩咐，在澳洲你不能跟国内有任何联系，这个电话你只能打五分钟。喂，妈咪，南宫爸爸说妈咪去出差了，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呢？晨晨，妈妈还在外面出差呢，可能过几天就回来了吧。妈咪啊。可可，最近有没有想妈妈啊？你们过得怎么样？我们都很好，妈咪你不用担心我们。妈咪想你们了。我们也想妈咪。妈咪，其实我有件重要的事想告诉你。喂喂喂，五分钟到了。南宫寒，你个土匪。You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nails, just to pierce a thousand veils, and so numb didn't feel the shame. 这里不比国内，宴会上你自己唱电影。那既然你担心我，你为什么要带我来？他们搜身不让带武器，又不让随从们跟你一块进来，明显鸿门宴，我们快走吧。哟，寒，码头归还的问题，既然你都亲自过来了，丁叔我呢，自然是要给你这个面子的。他南宫寒凭什么呀？他想要回码头也可以，让他义父亲自来。鸿门算什么东西？这十几年澳洲一直是丁家称霸。要想要回码头，你看能不能从这走出去？南宫寒，丁叔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懂。你死了就成了。哎，这码头啊，我经营了半辈子。哎呀，这要给龙门的话，还真有点舍不得。杀我，但是你好像没有这个机会。
哼，无间道啊！咦，我怎么没有中毒是吧？你觉得丁叔会把这里白白拱手让给你吗？你知道我们少主能调动多少势力吗？信不信一个不耐烦把这里都炸掉？什么叫拱手相让？你想说什么？据我观察，这里的货物并不简单，大宗商品只是障眼法而已，这里隐藏着麻黄草。麻黄草？麻黄草的茎秆里可以提炼出麻黄锦，是冰毒的所需原料。你觉得拥有这片金山，他还会白白拱手让给你吗？你是怎么知道？我母亲一脉经营了几代华天，我们杜家的人对植物本就比常人要敏锐一些。你倒是机灵啊，亏你费尽心思，又是下毒又是调走我的人，可惜了。龙门的实力远非是你能想象的，别说今天是你，就算沈林站在这里也不能拿我怎么样。这都是小子们瞎胡闹。哎，别动，再等我杀了他。杀？杀？听说你跟沈林关系不错，有了他的支持你才敢跟我们作对，但是你得知道一些事，你现在怀里的这个女人就是沈林的亲生女儿。你以为你随便找个女的我就会相信沈林什么时候有女儿了？你不信是吧？那动手吧，反正现在你已经和龙门作对了，又毒害了沈林的女儿，世界上没有你能藏的地方了。少主，丁家人怎么处置？一个不留。结束了，我们平安了吗？接下来要去哪？接吻瞪着死鱼眼睛，你还真挺无趣的。我们说过的，澳洲之行结束之后，经济账就一笔勾销，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什么？我丁叔在澳洲的势力被南宫寒铲除了？南宫寒劫持了沈的女儿。澳洲的势力已经被南宫寒吞并了，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即刻给我安排私人飞机去帝都。宝贝们，妈咪回来了。妈咪、真乖。妈妈不在的日子里有没有乖乖听话？真棒。晨晨，你是不是说有什么话要和妈咪说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超想你。嗯，只是这样吗？虽然南宫爸爸确实是我们亲生的爹，但是他身份复杂，还是不要让妈咪知道真相吧。好啦，那我们回家好不好？来亲一个。真乖，走。你真的打算就这么走了？是啊，反正我们之间已经两不相欠了。你想清楚，如果你离开了就再也回不到我身边了。我不离开又能怎么样呢？你只不过是把我当做你的一件玩物罢了。我给你一个机会选择，只要你跟沈林断绝父女关系，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抱歉，我们走，走吧。妈咪，可是这里叫不到车车，哎，进出都要司机送。那怎么办？现在回去求南宫寒也太尴尬了吧。要叫李叔叔来吗？不用了，这么晚太麻烦人家了。哦，这是以前南宫爸爸给我的贵宾卡，要不我们订一间南宫酒店的套房，他们就会派专车来接我们了。就这么办。
小姐，这是您的房卡，188号房间，电梯在那边。188号房间？是的，188号房间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房间，也是南宫先生的专属房间。你说什么？这是南宫寒的房间？对的，是因为您用南宫先生的卡来订房，才能享受到这个房间。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这个房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属于南宫寒的？从开始营业就是了。整个世界像是期待。晨晨，可可，妈妈有事要先出去一趟，你照顾好妹妹。嗯。是你吗？5年前的那个人，是你吗？寒，你真的打算娶我吗？告诉叶议员，婚礼下个月举行。我真开心，寒，你真好。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再去求证你是不是孩子的爸爸，有什么意义？老大，人带来了。给他解开。你就是沈凌的女儿？你是谁？你这是绑架，是犯法的。放开你容易，不过最好你放聪明一点，好好的配合我，否则我不知道会把两个小鬼。你把我孩子怎么样了？只要你好好的配合，两个小鬼不会有事的。好，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你会见到他们的，只不过是在我们的婚礼上。婚礼？什么婚礼？你想干什么？没错，就是我们的婚礼。我现在就开始着手我们的婚礼，你只需要静候我的通知即可。不过你要记住了，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丁权的女人，你的人，你的身体都是属于我的。如果你敢背叛我的话，我会让那两个小鬼死得很惨。呀，你竟然打到龙门的太子爷。哎，你该不会是故意给我放水的吧？哎，你真的要跟叶琪琪结婚了？这几天整个帝都都传遍了，你不是不喜欢那个叶琪琪吗？那个叶琪琪条件是不错，但配你还差了点，怎么突然想跟她结婚了？又害怕。啥？我害怕对那个女人动了真情。那个有孩子的有夫之妇啊？她是沈林的女儿，我的死对头。暖，你真心爱过一个女人吗？你说呢？还爱着你的小天使，还忘不了其实他玩弄过你的感情。他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倒是你，明知道那个女人有毒，还带着别人的孩子，你还是情不自禁地爱上她。不，我还控制得住。不，我还控制得住。寒，是你还不懂爱情的魔力。晚上的贸易交流会，你将作为我的女伴一起参加。这件衣服赶紧洗洗去换上。女人，这么快就忘了我的警告了？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对我唯有服从。丁权，你要是敢对我用枪，我就死给你看。你跟我周旋这么久，不就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吗？反正要是我死了，你也不过是一场空事。你是不会死的，你还有两个孩子呢。南宫先生，您参加这次交流会有新的图标意向吗？哇，好帅啊！原来他就是南宫集团的大佬啊。
比杂志上的更帅呢。啊，真是羡慕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只是那个女人长得也不怎么样嘛，还没有我好看呢。嘘，小点声，人家可是一元千金。大家有什么问题，一个一个来提问。你喜欢南宫寒？我没有，就是人多往哪看吗？你不喜欢他最好，你还不知道吧？你的父亲沈凌啊，和他是死对头。他带你去澳洲啊，也是利用了你是沈凌女儿的身份，想让他趁胜追击。他呀，在利用你。怎么可能？我父亲是南宫寒的死对头，难道南宫寒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原来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有的只是利用。他带着你去现场，知道外面人怎么说吗？都说是你杀了丁叔。我没杀人。他一直在利用你，让我们丁家和沈凌的势力互相猜忌。弄在脸上了。这杜曼宁真是个贱货，这么快就攀上新男人。韩，你这次算看清了吧？阿全，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哎呦，韩兄弟，久违了。不介绍一下吗？好，我来介绍。曼宁，这位是南宫集团的大总裁，南宫韩先生。边上的小姐啊，是他的未婚妻，一元千金叶琪琪小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沈曼宁小姐。你既然是丁权的未婚妻，那你来南宫集团干什么？窃取商业机密吗？叶经理说笑了，我来南宫集团才几个月，根本接触不到商业机密。再说了，权哥的经营和总裁的不一样，何来窃取一手？做几个月就走，不是窃取是什么？再说了，你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来上班，是何居心？我只是戴了一副眼镜而已。南宫总裁花名在外，我也只是为了自保。婉宁，别生气了。叶小姐也没有别的意思，她也是担心韩的公司嘛。韩，是不是啊？我自己来吧。沈助理真是好手段，我真是低估你了。看来你八戒上的不单单是李凯民，还有丁权，到底还有多少男人是我不知道的？我有多少男人关你什么事？给我戴绿帽子，后果你承担得起吗？你放开我，你有病吧？你真要嫁给他是吧？是。满意了吗？恭喜，满宁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这是郎才女貌啊！你到底为什么非要我跟你结婚？我不想再跟你玩游戏了。哼！你必须嫁给我。南宫寒害得我们丁家与黑手党互相猜忌，你唯有嫁给我，丁家才能跟黑手党重修旧好。你觉得这是游戏吗？跟你的婚礼结束，你就能看到你的两个孩子。好，真漂亮啊！为了两个孩子，我只能嫁给丁权。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丁权和沈曼宁小姐的婚礼。婚礼取消。南宫寒，
你竟敢如此！我有什么不敢？妈妈，晨晨和可可我已经救出来，你不用嫁给他了。南宫寒，你别太过分了！你今天来抢婚又有什么用？我已经发出了通告，要和沈林的女儿结婚，那是我们丁家和黑手党的事，而且沈林都已经同意了。你今天就算带走沈曼宁，也只不过是带走我丁晨的女人。你带走别人的女人，那是不义，是龙门的耻辱。哪那么多废话？这婚结成了吗？你能发出通告，我就不能吗？我今天就昭告天下，我南宫寒将以龙门至高凤来迎娶沈曼宁，成为我的妻子。曼曼，你愿意吗？我再也不会逼你断绝父女关系了，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信你。我想好了再回答，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让你见孩子。你们，你干什么？我不喜欢你穿着别的男人的婚服。我自己来可以吗？你对我呢喃的情话很动听，还行吧。关心的亲吻算不算重情？以后你的衣服都由我来还。满天夜的雨湿了这片风景。你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义父，啊，你当真想好了，要以凤礼来承认娶人吗？是的，义父。你可知道，用凤礼来承认一个女子，她以后就是我龙门的当家主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是沈林的女儿，真的想清楚了吗？在我眼里，她不是什么沈林的女儿，也不是龙门的当家主母，只是一个我愿意用生命去守护的女人，我妻子。南宫寒，我想好了，想好了。嗯，义父，我考虑好了。既然如此，义父便不再劝你。你既为龙门继承人，便按我门规来论，恰法伺候。起火！你既以凤礼承认仇敌之女，就以你的血来告慰列祖列宗的英灵吧。南宫寒，你们不要这样，你我都那个不得干你，谁让这个你我要追寻门规。都出去吧。刚才的门规只是活罪，但不致死。你就如此惶恐，
你可知他是未来龙门之主，他的命不是你的。如此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是。为什么？你一个小姑娘不要一时冲动。我不是一时冲动，我爱他，而且他是我孩子的亲生父亲。你的孩子？妈咪，晨晨，可可，妈咪，你说他们是韩的孩子？嗯，妈咪，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意思？难道你早就知道了？是啊，我跟南宫爸爸长得那么像。这位是爷爷吗？爷爷他好凶哦。他们真的是韩的孩子？你真的是我们的爷爷？伯父，他们两个就是韩的孩子。这位呢是爸爸的义父，叫爷爷。爷爷，爷爷。没想到韩的孩子长这么大。可韩为什么从未向我提起过？因为韩也不知道晨晨可可是他的孩子。沈曼宁啊，沈曼宁。很好，等韩伤势好些了，你们便举行奉礼吧。奉礼是什么？不用，只要有我在，我会让你受一点伤。恭喜少主，恭喜少主母，恭喜少主，恭喜少主母。你快放我下来，你还有伤呢。啊啊、哎呀，你别胡来，你还有伤。我戒不掉你，像戒不掉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信息，浪漫是你一生的探秘。我爱你，只想被你吸引，你就是等等。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少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少奶奶，您醒了。少妈，少爷有事去公司了，特地安排两个人来照顾你。我们服侍您更衣吧。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喂，凯明。妈妈，晨晨说你不在南宫集团工作了，你找到孩子父亲了？嗯，找到了。真的吗？恭喜你啊。你现在怎么样？我现在挺好的，等可可和晨晨和爸爸相认之后，我带他们和你吃饭吧。那我可要宰你一顿啊。好啊，不过我现在也得重新找一份工作了。哎，我朋友的公司正在招设计师，你要不要去试试？虽然没有南宫集团那么大，但也还可以。谢谢你啊，凯明。少奶奶，少爷吩咐你不可以离开观景阁。你说什么？少爷让你在观景阁休息，不得离开。什么意思？喂，南宫寒，你凭什么让你的保镖不让我出门？阿满，你是我以奉礼承认过的女人，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丁权和我的死对头们都虎视眈眈的，现在真的不适合出门。乖乖待在家才最安全。南宫寒，
我是人，不是你养的金丝雀。再说了，如果事情不解决，难道要囚禁我一辈子吗？这些都只是暂时的，等我解决了那些人，你就安全了。混蛋。喂，曼宁，别来无恙啊。丁泉，南宫寒对我赶尽杀绝，你还在金屋享受呢？我现在到处流窜，像丧家犬一样，我也不能让你好过了。你想干什么？放开我！来跟你女儿好好说说话。你不是关心她从意大利赶回来看她的吗？妹妹，别管我，别管我！妈，杜玉芬现在在我手上，你有识相的话，就乖乖按我说的做。少爷，您回来了，晚餐马上就好。我让你出门，生气了？怕了你了，出门可以，但必须带着保镖，再让金虎跟着。好了，你怎么了？我只是有点想孩子了。那你想不想我？杜玉芬现在在我手上，你要是识相的话，就按照我说的做，偷偷的从南宫寒那边把我要的文件给我弄过来，否则我让杜玉芬死无全尸。文件藏得很严，应该在日常不允许人进入的地方吧。东西在一个黑色暗纹的保险盒里。找到了。保险盒一般人无法打开，你只管拿到手后交给我就行了。书房里是不是有什么声音啊？风把窗吹了，走吧。我要出门。怎么，慢慢呢？在外面还没有回家，跟保镖金虎在一起。少主，怎么了？少主，您吩咐我们在沈小姐在家的时候不要打开室内的监控系统，但昨天误操作没有关，有一段监控内容，我觉得您有必要看一下。丁泉，丁泉。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但是我有个条件，让我和我妈安然离开这里，东西我就给你。我不先看看，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我带来的东西一定是真的。你应该也知道，我是南宫寒以凤礼承认的你，他为了保护我，在我的身上安装了定位芯片，一旦我有危险，他就会立刻赶。所以
立刻把我和我妈放，这样你就能安然离开。嗯。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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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好糊涂呀！南宫寒是你爸爸都不敢得罪的人，你这样背叛他，日后会惹来滔天大祸的呀！南宫寒做梦都没有想到，凤里承认的女人竟然会背叛你，他一定是鬼迷心窍，竟然忘了你是沈凌的女儿。这血毕竟浓于水啊，你天生就是他的死敌。不过你放心，这龙门势力的据点有望，我一定会孝敬于黑手党，让你的父亲来一波突袭，将他们的龙门据点逐个击破。妈咪最近遇到个小难题，这个箱子怎么都打不开，晨晨你能帮我打开吗？嗯，哇塞，晨晨你也太厉害了吧。妈咪，你就是想把空的盒子给别人吗？对啊，反正那个坏蛋没有我们晨晨这么聪明，所以啊，把箱子给他，他也一时半会儿打不开。哎，妈咪，等一下，我有更好的办法。什么呀？哇塞，这张真的和真的一模一样。晨晨，你是小天才吧？嗯。听泉，你什么意思？我说了，我身上有定位芯片，你就不怕南宫寒报复你吗？我是不敢带你走，但我杀人灭口，你奈我何呀？让南宫寒跟着你的定位信息，给你们收尸吧！我少主，丁权手下已全部抓住，但丁权跑了。你怎么会和丁权在那种地方？而且你母亲也在。要说实话了，万一还生气了怎么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不小心和金虎走散了，所以才被丁权抓了去。被丁权抓了是吗？嗯，他用我妈妈要挟我，让我和他回意大利找我爸，我当然是宁死不从了。曼曼，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什么？欺骗，背叛。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跟我坦白，如果你之前骗过我，现在告诉我来得及，我不会追究。但是如果你不说，之后被我查出来，后果你承担不起。怎么会？我当然不会骗你了，我是绝对不会骗你的，你相信我好不好？确定吗？你确定吗？那这又是什么？寒，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是他用我妈来要挟我，所以我才偷了地图。但是我给丁权的是假的，我让晨晨打开了保险箱，放了一份假的地图进去。寒，你相信我，我不是故意要骗你。朱曼宁。你知不知道，人一旦撒了谎，就需要用无数个谎言来圆。到底还想跟我说多少个谎话？刚才给过你机会，你选择继续骗我，现在居然连晨晨都搬出来了，连自己儿子都要利用，是吗？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韩，是韩回来了是吗？少爷只是回来拿个东西又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对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少爷的心也被你伤透了，连带着这关景阁，还有我这老朽，也要被嫌弃了。哼！少主，丁权没有回意大利，他拿着地图在黑市集结人马，似乎计划要偷袭我们的第七兵器库，你看要不要转移？不用。妈妈呢？少奶奶这两天好像到处找你，她一个人在观景阁的时候失魂落魄的。你那天从观景阁走了以后，她在那默默站了很久，好像挺舍不得您的。要不还是告诉少奶奶，少主您没有误会她。我以前是不喜欢她，但看来她对您是真心实意的。真心实意的女人值得您对她好。丁权能知道地图藏在观景阁的保险箱里，只是慢慢拿到了，就证明我们内部。我现在表现的对他越冷淡，越让人觉得我对他失去了兴趣，他就越安全。凤礼之后，各方势力都虎视眈眈的，没有丁权搅局。这个时候，不能让曼曼成为我的弱点。是少主，这几天我会加强对观景阁的警卫，请少主放心。丁权，你怎么搞的？你答应的我帮你监视观景阁，你就给我除掉杜曼宁那个女人。她现在可是在观景阁大摇大摆活得好好的，你怎么这么没用？谁允许你在我面前大呼小叫的？你算什么东西啊？敢命令我？你竟然敢打我！要不是看在你老子的份上，我会理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安插在观景阁的眼线是你父亲叶议员安排的。你邀什么功啊？我现在是在跟你父亲做生意，还没有你插嘴的份儿。你什么你啊？怎么不服气？信不信我让手下玩死你？你这个疯子！强哥，偷袭失败了。什么？怎么可能？几倍的人马是根据地图偷袭的，难道龙门的守卫都是神仙吗？我们还没到兵器库就被包抄了。听说今天南宫寒去拜访了叶议员，说不定那条老狗两边通吃把我们给害了。敢玩我？拖下去，玩死他！丁权，你这个狗东西，我告诉你，我妈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狗东西不能好死，快放开我！你以为我玩完了，你爸还能稳坐钓鱼台吗？我要是折在帝都，你们全家都要给我陪葬！滚出去！丁权，狗东西，你放开我！丁权，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饶你们一条狗命。这个女人涉嫌多项犯罪，少主吩咐把她交给警方处置，她带下去。走。曼曼，你真的决定要离开这里吗？嗯，反正也没什么可留恋的。走吧。原谅我了，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别抓着你去了，让你受委屈了。
什么意思？南宫寒，你演我是吧？对不起，我现在知道你有多爱我了。你放开我，妈！你放开我！少爷，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求求你了，放了我！少爷，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不是要惩罚我吗？来吧。这是你自找的，别求我。如夜我们谈恋爱，一起而开。这不是沈曼宁吗？他怎么又回来了？是啊，我们不知道吧？他之前故意装丑是为了接近总裁，还真被他得逞了。别闹了，你不是说不求饶了？求饶了。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好，什么都答应。我不想被囚禁在家了，我想去上班。你看，你又想耍赖。好好，那你回南宫集团去上班。啊？嗯，寒。曼娘，我曼娘，真的是你，原来你没有死。你先放开我好吗，诺安？你没有死，这几年你还好吗？这几年我一直都在悔恨，要不是我，你又怎么会？安哥哥，都过去了，我这不是没有死吗？当年的事故也不怪你。你是恨我的吧？不然这五年你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恨我，讨厌我，不想再见到我。五年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也有各自的新生活了，不是吗？当时那孩子，是对双胞胎，已经四岁了。儿子长得特别像爸爸，女儿长得很像我，而且我也给他们找到亲生父亲了，现在很幸福。曼娘，哦，对了，我是来找总裁的，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韩哥哥，你真的是韩的好哥们吗？如果韩知道我们的过去，怎么了？被人点穴了？韩，杜曼宁在你这里上班吧？你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杜曼宁？对，他刚来找过你，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对不对？你把他地址和电话告诉我好不好？你说沈曼宁？你为什么？沈，原来他改姓沈了吗？
寒，我想见他，想他要疯了。原本我以为他死了，但原来老天并没有那么残忍，他还活着。虽然他还恨我，不会放弃他，我要和他一生一世再也不分开。他是你什么人？前女友？对，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他是我心中唯一的天使，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对不对？你不是说他背叛你了吗？你再也不会原谅他，你再也不会相信任何女人了。就算杀了他，也磨灭不了你心中的恨意吗？我错了，我爱他，我心里一直爱着他。寒，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好不好？对不起啊，我不能给你他的联系方式。为什么？因为她是我的女人。什么？这个玩笑，她一点都不好笑。没有在和你开玩笑。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收回你刚才的话。你收什么回啊？连不是五天五个月，即使跟她有过去，也结束了。现在是我的女人，怎么了？告诉你，少拿他当你追忆过去自我感动的道具。方总裁，总裁，这是这季度集团各分公司财报和利润分析，请您过目。这是叶经理之前给总裁您的。叶琪琪。滚蛋！审判有没有去人事部登记报到？韦总裁，他来报到了，按您的意思给他安排了设计部的工作，可他又说临时有事先走了，晚一点再入职。之前哭着喊着要上班，现在孙诺案一出现，我工作都不要了。什么？就这么在意孙诺安？凯明，谢谢你啊。哪里的话，我好久没看到晨晨可可，也想他们了。你们就这么跑出来，周爷爷知不知道？可可想吃冰激凌，但是龙门不可以吃，所以就拜托李叔叔带我们来了。其实我想让爸爸跟我吃。妈咪和爸爸在过二人世界，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吧。妈咪，你已经见过我们了，快回去陪爸爸吧。真调皮。孩子的父亲是南宫寒？你跟他在一起了？啊，恭喜，苦尽甘来，你终于能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怎么还苦着脸呢？我见到孙诺安了。你还喜欢孙诺安呢？没有，怎么可能？我和他早就结束了，当年的事情我已经不在意了。但是他是南宫寒的好兄弟啊，而且好像还没有放下过去事情的样子。哦，你们这关系也太乱了，只能说是造化弄人吧。五年前谁能想到你孩子的父亲会是南宫寒呢？你怎么一副看热闹的样子啊？有点。
涵，你回来了。你今天没去公司入职啊？我去了。那怎么又走了？碰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人？你跟孙诺安什么关系？那我跟你说，你别生气。我跟他是青梅竹马，他是我初恋。所以你们交往了很多年，还订了婚，差点就结婚成为夫妻了是吗？五年没见，他一见到你就像丢了魂似的。你呢？还爱着他是吗？我怎么会还爱着他呀？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啊。公司有事儿。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哎呀，姨父，可可怎么了？电话里也没法和你说清楚，他的情况很不理想，正在里面抢救，董医生怀疑得了急性白血病。怎么会这样？下午孩子们跟南宁出去了，可可偷吃了冰激凌，结果就发烧了。慢慢内讧，是去见孩子了吗？医生说可可的遗传基因存在缺陷，可能要做大手术。可可小姐的病情不太好，必须要做骨髓移植，但是国内的技术不太成熟，我建议送到美国，交给少爷您的私家医生弗雷斯特医生来手术。好，马上转移去美国，半个小时之后把可可送到医院顶楼，我派专机送她去美国。要送可可去美国，这事必须得告诉曼妮。那个女人表面上坚强，实际上脆弱得很，她要是知道可可要做骨髓转移肯定会崩溃，不如等手术成功了再告诉她。韩，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涉及到生命大事，可可要是有万一，我相信曼宁这辈子不会原谅你的，你要想清楚。如果可可真有万一，那就让他恨我一辈子吧，比恨自己强。哎，沈小姐，直接去设计部上班吧，总裁已经打过招呼了。总裁呢？他昨晚不是说有急事来公司加班了吗？听谁说他加班的？没来啊。慢慢，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也没有你的联系方式，只能在南宫集团等你了。万幸，我又见到你了，你留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好吗？你怎么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南宫寒欺负你了？没有，我们挺好的。我跟他认识十几年了，他这个人的性格我了解，他是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如果你的日子过得不够好，你可以随时回凤凰湖，那里有你的花田，有杜家的祖业，一切都没有变。那些已经不属于我了。不，那些全都是你的，几百亩的花田，环湖小筑，那些全都是你的。这五年来，我一直都是默默经营，默默守候。我已经不是五年前的杜曼宁了，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这绝对是我们的孩子暖，还在狡辩。妈妈，就算你不是以前的杜曼宁，我也依然是你的安哥哥。妈妈跟着你并不快乐，对她不好。我们两个的事轮不到你来插手。我和曼曼从小一起长大，
我和他之间的感情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拟的。当初是我误会了，他没有背叛我，可我却没有给他机会解释。这一次，我不会放手。你什么意思？意思很明确，我要和你公平竞争。竞争？告诉我，她是我的，敢碰我的女人下场只有一个，你知道？法律上她并不是你的妻子，你凭什么阻止我？只有这条命，做你神。干什么？你想走啊？想去找孙诺安是吧？他就那么好？放开我！你弄疼我！你疯了！真疯了！你放开我！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女人。从你跟了我那天起，就已经和我分不开了。从开始招惹你的那天起，我没打算放过你，所以你最好服从我。别惹了我，你别想从我身边逃走。我说过，没办法从我身边逃走，听懂了吗？可可已经被我送去美国了，晨晨也有专门的人伺候，你好好想想，还能去哪儿啊？你把晨晨和可可怎么了？你说，没怎么，他们很乖，比你乖，比你更懂得怎么取悦我和讨好。只要他们一直乖乖听话，我会把他们一直当亲生孩子对待。如果你不听话，不保证他们会活得很好。南宫海。你用他们威胁我是吗？如果我不威胁你，你能乖乖听话吗？被他们当小姐，被他们还叫你爸爸，你还是不是人？你就是个禽兽！你就是个禽兽！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求求你，这这哥哥是你的亲生孩子，你不能这么得他。只要你好好跟我在一起，我绝对不会亏待他们。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把他们当亲生看待。哥哥真的是你的女儿，你要是真要做什么，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少爷，您误会少奶奶了。他今天啊，一直在帮杜夫人收拾行李。杜夫人说这里住不习惯，要回意大利。他还劝呢。其实杜小姐是个好女人，对你也是全心真意的。孩子嘛，毕竟是他的新夫人，你这样把两个孩子送走，让他们狗狼分离，你确实残忍于心。弗雷斯特先生是血液病方面的世界权威，转到他那里治疗是目前对可可小姐而言最好的选择。不过骨髓配型并不好找，需要做好长期等待的准备，一个月一年都有可能。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会翻遍全世界为可可找配型。弗雷斯特，可可的情况怎么样？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你提供的他的母亲哥哥他们的配型都跟可可的失败了，但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配型，是他的。可可的父亲，
可可的父亲，亲生父亲吗？是谁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韩？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到底是谁？他也在美国吗？既然你这么幽默，南宫寒，那我也老老实实的跟你说吧。你就是他的父亲。弗雷斯特，我是可可的义父。亲爱的，十分钟前我才拿到你们的血液配型。你们都是十分罕见的 AB 型 RH 阴性类血型，然后我立刻为你俩做了血液配对，结果显示你们 99.99% 系亲生父母。你跟我说他是你的义母，请你马上来美国为可可做骨髓捐献，他的情况不太好，如果你来迟了，我不保证他有活下去的希望。我还要再，我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交代？说什么？站长和可可是我的孩子，我早就已经告诉过你，我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所以你接近我，勾引我，不是因为爱我，只是你需要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对吗？一开始，我的确想要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五年前我被合作方下了药，虽然我当时支撑着自己离开，但我依旧没能逃过一个女人，一个莫名其妙出现在我房间，对我有莫大吸引力的女人。那段时间的记忆一直都很混乱，我只记得他一直抱着我叫恩哥哥，所以那个女人是你，而你把我当成了孙东曼。我你那么放肆，那么设计，那么妖娆，都是因为你心甘情愿，你爱孙。这么想，是有种。我要不是被叶琪琪陷害进入了你的房间，我怎么会被你发生这一次？你现在诟病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过去。我和孙诺安青梅竹马十几，我想给他过生日，我想把我的第一次给他，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不是进入到你的房间，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什么你？什么你？怎么了？你不想听啊？我偏要说，有本事你弄死我！反正你现在知道了，晨晨可可是你的孩子，想必以你的身份，你不会不照顾他。那既然如此，哪怕我死了，那不了。掐，你怎么不掐了？看样子你还舍不得我死。请你马上来美国为可可做骨髓捐献，他的情况不太好，如果你来迟了，我不保证他有活下去的希望。我有事要出去几天。什么时候让我接孩子？等我回来再决定吧。娜娜，你还是别跟我走了，到时候韩又不高兴。放心吧，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再说了，他不是不在吗？警卫员会让我们走吗？
我已经跟赵妈求过情了，走吧。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和之前一模一样。妈妈，你还记得吗？从你出生后，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一直到了十几岁，直到我们给孙家打理花田才搬走的。当然记得，妈。这些年，这里都是你打理的吗？不是，是诺安。诺安有心了。阿姨喜欢就好。去吧。好丰富呀，没想到诺安把当年照顾过曼曼的刘婶都请过来了。好久不见了。阿姨喜欢就好，刘婶的手艺可不减当年。我也是看着孙少爷和曼曼一起长大的。你们也结婚好几年了吧？我还没有那个福气能够娶到曼曼。刘婶你误会了，我和诺安现在只是朋友。不过刘婶，我会继续努力的，希望曼曼能够接受我。韩，我马上为你做全身麻醉，可能会有些痛。来，这是你爱吃的。谢谢。韩，我们要开始手术了。晨晨，妈咪，有没有想妈咪？想，真乖。我带你去见外婆，好吧？好，走。诺安，其实你不用每次都特地来接我。我也说过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再在一起的。别拒绝我好吗？把我当个很好的朋友也好，我没有别的意思。也绝对不会勉强你。杜满宁，我让你来见孩子，你就带着晨晨跟秦父约会吧。你就是这么做不起的。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霸气。请你让开，曼宁跟我还有点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我没关系，他是我十几年的恋人，多年情分哪是你这种露水情缘的能够比拟的。南宫寒，你凭什么带他走？凭他是我孩子的母亲，他是也是个女人，我比你更适合他，我会对他好，对他的孩子视如己出。再说了，曼宁两个孩子的诞生，不就是他对我爱情的见证？你这么放屁！你妈妈，你不要爸爸了吗？打起来！警察叔叔。少主，没事吧？少爷，您刚做完骨髓移植手术，身体十分虚弱。弗利斯特医生本来绝不同意您这个时候回国的，要不是您一意孤行，又逼着我担保会照顾好您，他怎么会放手？可您怎么能刚回来就和人大打出手？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交代啊？行了，这不没事吗？请您不为自己考虑，也多为家人考虑一下吧。您难道不希望保重身体，好看到可可小姐恢复健康，站在您面前的样子吗？
我还能看得见吗？他已经不要我。妈咪，妈咪，我们不回观景阁了吗？我想爸爸了。妈妈好不容易才出来，干嘛要回去？再说了，他都不让我们见面，你还向着他呀？其实你误会爸爸了。误会？爸爸没有不让我们见面，其实是因为可可生病去美国治疗，妈妈怕你担心才故意这么说的。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的？他骗你的吧？我这么聪明怎么会被骗？是我自己发现的。我还知道可可的主治医生是弗雷斯特，爸爸还为了可可做了骨髓捐献。晨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样啊，爸爸半个月一直在陪着可可治疗，现在可可没事了，妈咪不用担心。少奶奶，您回来了。南宫寒呢？少爷说他要去放纵，他去酒吧了。放纵？小哥，一个人要不要一起喝一杯？滚！帅哥，一个人。小姐，您的水。你看着有点不开心呢，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和我说说呗，讲出来就开心啦。喝这个。关心我？当然，你要死了我不得少活寡。谢谢你很愿意骗我，我知道在这个世上没人真在乎我的死活。你说什么呢？你身边有那么多人爱戴你拥护你，还有人珍视你。不用安慰我了，抛开我的身份责任，没人在意我这个人本身。他人敬我畏我恨我，唯独不会珍视我，就连我的亲生父母也不喜欢我。我一直都是那个被放弃的存在。我妈爱过我两次，第一次她嫌我是个累赘，把我卖给了人贩子。有好几年我只是街头的一个小乞丐，后来被我义父收养，她又找到了我，说要带我去跟生父相认。我一直头脑发热相信了她，但是他又把我卖给了南宫天明。到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一直都是他赚取钱财的工具。寒，都过去了。阿曼，我不知道要怎么去相信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因为我没有被真正的爱过。可能真的爱过。你跟孙诺安都是我爱的人，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我知道孙诺安之前所有人都会选择孙诺安。南瓜，
可能我没跟你讲过是不是？我母亲十几岁的时候就怀了我，当时我爸爸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人都在跟我妈妈说他不是好人，但是我妈妈还是把我生下来了。等了我父亲20年，因为我母亲很爱我父亲，有了爱情，世俗里的所有计较得失都不足轻重。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爱你。你是觉得我是孩子的父亲才应该爱我的吗？没有那天，没有孩子，你还是会爱苏暖吗？不是的，在之前我不知道你是孩子的父亲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上天让我们相遇了2次，5年前命运把我们交汇在一起，留下了寻找彼此的契机。5年后我再次遇到了你，你的一切都在吸引着我，你的温柔，你的霸道，还有你对我做的所有事情，既然你这么有能力，都在把你更加紧密地推向我。贴身助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南宫爸爸，以后你是有爸爸的孩子了，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南宫爸爸，直到我们无法分割。你和孙诺安之间，我一直都是选择你的呀。5年前我选择跟他分手，留下孩子，是留下和你的羁绊。5年后我回国可以去找他，但是没有。你出现以后，我就没有再被第二个人所吸引过。哪怕你误会我，让我觉得你不爱我，利用我，我也无法割舍我的感情。满意了吗？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他要逼你承认。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一直爱的只有你。韩，青春期的暗恋是懵懂的。我和孙诺安在一起的那时期，的确是我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我对他没有什么强烈的占有欲。让我嫉妒、渴望、疯狂、更有杀心欲绝，所以我都这样了。你竟然还怀疑我不爱你？我还没亲够呢，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算什么账？我都跟你袒露过我的心声了，你都没有跟我说，是不是你更喜欢孩子，不喜欢我？是不是一开始吸引你的只有孩子？怪不得你当时对我不屑一顾，还说我丑。没，绝对没有。你感觉不到吗？我第一次见到你之后，我就对你跟别人不一样了。那你都打扮成那样了，我还让你做贴身助理。那个叶琪琪呢？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哎，我真的就只爱你一个人。你吓唬我是吗？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什么？南宫寒居然敢将我的宝贝女儿掳到美国，岂有此理！大哥，听说南宫寒以凤礼接纳了大小姐，现在在龙国的地下室里已经是无人不知。什么狗皮凤礼？我沈某人会认吗？没有我的允许，谁也别想夺走我的女儿。
即刻安排一个团的雇佣兵前往美国，把大小姐给我接回来。妈咪，爸爸，晨晨，可可，可可，要叫哥哥。可可，瘦了。曼曼，别担心，手术很成功，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弗里斯特说再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估计下个礼拜可可就可以出院了。韩，谢谢你。谢什么呀，可可也是我女儿。可可，感觉怎么样，打针疼不疼？有点疼，爸爸给可可一支骨髓疼不疼呀？可疼了，所以可可看在爸爸这么疼的份上，赶紧好起来，知道了吗？嗯。怎么了？是我妈打过来的，她说我爸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你说他会不会同意啊？放心交给我吧，但凡是我能给的我都会给他的，包括南宫集团。来人，安排专机，我要和曼曼去意大利。